我每做完一件作品都会种一棵树。种的时候都很小，所以不知道它现在变什么样子。Even 唔疑问，冇人否认嘅靓女，爹哋妈咪心目中嘅好老师，但系反叛嘅佢竟然唔想为人师表，决定闯入木人行。在我大二那一年，台湾因为少子化出现了流浪教师，其实我那时候有点松一口气，就想到太好了，以后不用当老师。报考研究所的时候，我就写了一个计划，要做自己的品牌。那所以我想做有用的工艺品，实用的工艺品，但是又把我对于艺术的一些想法放进去。当然家人还是一直很希望我去当老师，可是我就会说，可是没办法，现在没有老师可以当。但是不做老师啫，点解一定要斗木呢？那在求学的过程中，很多同学都是女生，她们就会选择比如说做一些漂亮的首饰啊、珠宝，或是比较没有这么恐怖的需要用到大台机器的东西。我就会觉得女生来做这件事情有一种矛盾跟冲突，我很喜欢这种矛盾跟冲突。OK， 人唔做我偏要做，系就好玩，只不过女仔人家喎。那因为做木工这木屑也会让手变得很干，所以护手霜很重要。但是我擦护手霜还不够，就一定要擦指缘油，不然就是像这个指甲边缘裂开，其实它就是小小的伤口，可是就是很不舒服，会很痛。擦了指缘油之后，还有一个小诀窍，因为指甲很短，手很粗，又有这些厚厚的皮，又有疤，所以要擦指甲油，就会看起来就会像是个女生的手。除了贪靓，佢仲好为食添，望住旧木就谂住食饼啦。我研究所毕业制作，其中一件作品是做了饼干板凳，像这个，但是像它是其中一个口味，我那时候做了四张，就不同的口味。这个是巧克力口味，是也让我爸妈可以理解，也会觉得说啊，原来我女儿做这件事情是还可以的，就是还有人喜欢的。他们怕我就是做东西啊，也没有人喜欢，没有人要，所以一开始就会很担心。我为什么会想到要做饼干？应该就是真的是还蛮爱吃的。哎，饼干会被吃，那这个木头也是被吃啊。那木头被虫咬，饼干被人吃掉，好像就可以把它做成咬一口的饼干。一个柔弱女大学生，当初是怎样走入去木人行的呢？嗨，哎，大学的同学做什么呀？大学的同学做什么？十天端午节啊，爱穿料啊，我怕很累。你们认为我是女生，那当我真的做出一件作品的时候，他本来对我的期待度可能是很低的，可是当我做出一件作品的时候，反而会获得更多的哇。过得师傅那关，仲要看你识唔识拣模。有啊，不知道怎么下手，就找便宜的，就是如果是快木的话，就会很贵。平有平买，一块烂咗嘅桧木，识得用一样可以成金。我觉得做创作的好处就是，我可以把我反叛的想法透过做作品做出来，而不是我真的变成一个很反叛的人。